你俩再说。你刚才那个真的好好笑。真的是。哎，写了吗？写了。唱一个。好。一笑没事了，我以为你。这一直不动。我以为你拿手机。做够了呀，你说真的做够了，真的做够了，不是梁姐说，真的做够了。就是我觉得得想着点，然后我用力过猛，为什么要那么用力过猛呢？不知道，就是每次你放飞自我的时候，你就伴随着破音的飞翔，情绪到了，然后就开始心飞翔，破自在，是吧？千万不能往上调，懂吗？除非你想往上调，它才会破。好 ，OK。就是没想到过好的。写这首歌的时候，一直都觉得到你这一趴了，宋老师。死者都是摄像头，快让我喘不上气。口罩遮得住我脸庞，遮不住压抑。每天上班下班好像是在菜市场，麻烦你们先去保安那里做个登记。感觉微微的水这样子。就是我能听明白你什么意思。如果你不敢，你怎么敢？我觉得这个麻烦你去保安那儿做个登记。哦，因为他们从来不做健康保险的。对，所以说我想留这个，然后我想跟前一句话跟这个保安那里做个登记，做个就是逻辑上面能顺得下来的那种，我在想这个。我每天上班下班都被挤得脚不沾地，麻烦你们先去保安那边做个登记，我不是 rap star， 干嘛跟我 po？就这样就接上了嘛，脚不沾地不挤的，对吧 ？OK， 不是凶，他凶完之后，然后你如果这个时候很乖呢？这次我想劝阻，却不知如何。对，有几次我想劝阻，却不知如何张口，会不会好一些？弱气，然后突然慢慢的给你点点。现在只有在唱。有几次我想劝阻，没有那么夸张。再试一下，是哪里？我几次也想劝阻。真的很帅，虽然说夸张了一点，但是你可以不是自己找个度。一上来就夸张，是好的，是好的。对，开始是好的，但如果你还能再对，你可以厉害一点的话，有几次我想劝阻，却不知如何张口。太近了。几次我想劝，有几次我想劝阻，有几次我想劝阻，却不知如何张口。这就开始那个。咱们觉得这样的爱才能走得长久，我尝试习惯这所谓陪伴。这要起了。我尝试习惯这所谓陪伴，无限的循环，所有都是畸形的，像乌云般阴魂不散。
但是我的没气了，可以的，是可以的，确实还行，有点突破啊。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。老师就是要求。现在是团长岁数最大的是吗？对。那你是大哥啊？是大哥，是大哥。对，你稍微有点样子好不好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好。觉得像你，觉得很想要你，虽然我们一起装得很得体。Yeah, 你心里各种翻云覆雨，我知道你随时随地都可以。我享受你口的每个细节，希望我偷偷吞口水的喉结。我没在怀疑，给我给不给你，我还没有完，你请你别后悔。我记得对象没排，什么时候排的？排完了呀，排完了呀，没排，我没有排，没事，没事，我也太甜蜜蜜。It's OK。我跟你说，不用抱歉，你到这儿之后，你不用，就是你走，你是在这儿吗？笑啊！刚刚笑啊！甜蜜蜜。你为什么要推他啊？你现在就是啊。要一口气哦，还可以。你行吗？我没用力，那你用力、啊。你自己要用力。你得用力，你不用力最重。对，你自己要。我来抱一下陈老师。你下来，你坐下来，坐下，坐下。啊，不是。三二一。啊，主要不想。你为什么不动？你为什么不用力啊？哎呀，对啊，这样不是悬了吗？你为什么不用力啊？你不能完全靠他。川哥，你不能全靠我呀。我这个小小的身体。